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舞弊问题被不断的揭开。美国知名律师西德尼·鲍威尔日前表示，手里有 Dominion 实时操纵选票的照片证据。此外呢，美军在德国截获的四服器曾被四个敌对国家接入，这背后涉及一起全球性的犯罪阴谋。 十一月二十号，川普团队的律师鲍威尔在接受 WML FM 电台专访时，被问及如何证明选举中所使用的 Dominion 等设备和软件被用来操纵选举结果。鲍威尔提到，他的团队有民众提供的 Dominion 实施操纵选票的照片。鲍威尔表示。 这太可怕了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。The Mini 公司正在关闭办公室、搬家，毫无疑问，他们正在销毁文件。鲍威尔说，他的团队不断收到视频等各种证据，多得应接不暇。证据表明，有人采取犯罪行动来欺骗选民。美国2020年大选中，几个关键州均使用了 The Mini 投票机，而为 The Mini 提供制表服务的是西班牙在线投票公司 Cyto。 据说 s e t l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四服器上有美国大选的所有数据。鲍威尔对胜利电台基格伦贝克秀表示，美军在德国截获了 s e t l 四服器，有证据表明，四个与美国极其对立的国家曾经连接到该四服器。 鲍威尔说：“我们已经挖掘到一起全球性的犯罪阴谋，真是难以置信。我们只是撕破了冰山一角。”十九号，鲍威尔曾在川普竞选团队的记者会上表示，美国使用的 Dominion 投票机和 Smartmatic 计票软件由外国利益集团控制，通过操纵演算法来改变结果。其中，Smartmatic 的所有者与委内瑞拉独裁政权有联系，而来自古巴、委内瑞拉和中共的共产主义资金。 很可能被用来影响美国大选，这就是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度，试图颠覆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的一个挑战和尝试。而且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真实的动手了。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曾指出，德米宁高管埃里克·库莫和极端组织“汉提法”关系密切，并曾明确说要操纵这次总统大选。对此，旅美独立学者、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表示。 美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正协决战。从汉提法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现在美国街头打砸抢烧开始，就已经显露出他要颠覆美国立国之本的邪恶。而这一切的发生并不令人惊奇，因为美国往届政府长期拥抱共产主义政权，整个社会已经被共产主义严重侵蚀和渗透了。美国内部的企图颠覆宪政制度。 颠覆美国的立国资本的那些邪恶势力已经生成，他们正在形成一个势力，形成一个邪恶的势力。当他们与贪婪的利益集团、一些非常反美国的邪恶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所有的罪恶就因此而生。戈壁东强调，目前美国确实处在以宪政制度做指导，还是以共产集权来统治的十字路口。 这一问题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两党之争，就像是这次的中共病毒大瘟疫一样，是攸关人类未来走向与命运的正邪决战。我们相信，经历两百年宪政制度的美国，美国民众是不会轻易被击倒的。美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一定会延续下去。在华盛顿底西百万美国人的聚会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已经说明美国民众正在清醒中。美国的民众是坚强的，美国民众是坚持正义的。美国必胜，天佑美国。二十一号，Just the News 网站报道，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里特瑞纳表示，川普竞选团队正将多达数百份的宣誓以及其他证据提交到法院。他认为，就自己观察到的证词水平，可以预定证人是可信的。 目前，川普竞选团队正在多个关键摇摆州发起法律诉讼，揭露总统大选中普遍出现的严重舞弊问题，力争寻求法律上的公正，还原大选真相。